这是一个 Way Austin 的 One Bath Breeze 小型套间，进门就是卫生间，有一个自己独立的窗户在后面。卫生间出来是第一个房间，面积宽敞，有自己独立的窗户跟衣柜。经过过道。是一个厨房部分，厨房过来是另外一个房间，有自己独立的窗户。